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还有没有了？别让我给找出来啊！找出来我可不就不是这个态度了，我告诉你。干啥呢？没看我干什么吗？这是啥呀？真傻加傻，这不钱吗？钱都不认识谁了，的？谁的？谁的？那你手拿的谁的？我的？啊？我这是我的吗？还是你的？啊？好好给我说，谁的？这是我出差不在家，你是咋解释了？你现在啊？谁的？这你手拿，弄谁的？我的钱怎么可能？我放到那个茶座插销那块儿啊？啊？我把钱放那里干什么？这谁的？我问你。茶座里面能有钱了？赶紧的，你过来啊？看看来，还有哎没有呀，了？茶座里面还能生钱？这我装谁的？赶紧说实话，谁的？谁的？糊了，你再，你拿赶紧这，给我走来！哎呀！看看这人多有办法，趁我不在家，把这个私房钱都藏这儿来了。啊，幸亏我今天那啥，我寻思把这个坐便给电拔了，给刷一刷，然后发现了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还有没有了？别让我给找出来啊！找出来我可不就不是这个态度了，我告诉你。还有没有了？哎呀，你挺会藏啊你啊，真是看这个，哎呀，泡脚桶看我是不泡脚了啊，泡脚桶有点漏水也不泡脚了，你真会藏啊你啊，啊，哎呀，哎呀。还有没有了？还有没有了？我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要让我找着，可就不是这个态度了啊！有没有了？没了是不是啊？啊？我这出差这么长时间不在家，你在家你挺能弄呀？啊？你这花花肠挺多呀？我攒钱是给你买礼哎物呀，啊。你这借口挺好啊啊！还攒钱给我买礼物，你真是有没有了？没有。这真是还挺能藏啊你啊，还藏到厕所里。那地方，你一般不动，这你不是不够高吗？哎呀，